有网友提问说，婚礼的前一天，我妈妈让我们离婚，原因呢是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工作，老公不愿意跟着回去，感觉工资低。婚礼前一天闹得家里快打起来了，第二天婚礼没办成，结果去领了离婚证。我现在特别后悔当初没站出来反抗，老公现在不理我了，我想挽回，我该怎么做？如果你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婚姻做主的话，那么这个婚结了也等于白结。结婚不是过家家，不是说这一次玩完了，我们下一次还可以重新开始，去寻找你更幸福的人生吧。